着 Ann 前文了，今天带你们去理发 ，Let's go！ 这一次来到这一间位于吉隆坡布吉冰档，店名就是这个黑色招牌的。看到招牌了，直接走上楼梯，一楼就到了。这里的人潮呢，其实不会很多，如果你们直接 walk in 也是可以的，不需要 booking。现在呢，我在洗头。我真的是超级久没有跟人家洗头了，现在跟人家洗头真的很舒服。现在就让他帮我洗下头先，让我享受一下。你们这边全部都是学生剪头发比较多，专门给学生剪头发。然后你们是几点开到几点？我4:30。哦，早上呢？你们几点开的？早上9:30的。哦，9:30开到4点。嗯。哦。其实呢，这一间呢是一间理发学院来的，所以帮顾客剪头发的都是学生，专业的老师会在一旁给予指导，过后呢还会帮忙修剪，所以不用担心。那我大概呢，等一下啊，我给你看一下。然后我的前面刘海呢，然后我想大概差不多像这样子可以吗？在我旁边呢，旁边我想大概这样子关进来的 ，OK。然后刘海我要将到大概这样子，我特地上网给你看先吧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帮你剪了，你也要抛推出来了。啊，对。啊。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最重要，你这个要薄哦，你一定要修短一点点，不然呢，对哦，是做不到的，因为太薄了。就是我因为太薄，我才想要买剪。因为头发这样子，越长就越薄的了。因为我是掉发啦，毕竟因为头发越长了啊，容易掉发。一定掉了，又断了，对，又做反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快转，让老师帮我剪头发。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下这边的价格，如果是剪头发的话，9块，洗头也是一样9块。如果是染头发来讲的话是38块， highlight 的话也是一样是38块的。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一个左手边那边有一个价格，你们可以看一下那边的价格。如果你们是拿配套来讲的话呢，现在他们有一个优惠，洗剪还有吹，价格才13令吉而已。因为我一进来的时候我就问那个老师了，你们想找平价的理发店剪头发来讲的话，不妨可以来这边剪，真的是西北便宜哦，我第一次遇到那么便宜的价格。现在已经剪好了，接下来的这个步骤呢就是吹头发，连吹头发老师都会站在一旁教导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剪头发。整个过程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完成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观察到一样东西，其实剪头发呢，学生来讲的话呢就是动几刀而已，这来讲的话呢，整个过程呢都是老师在剪，学生在旁边看。这一间店的地址我会放在下面，然后它的营业时间呢是9:30到4点，每一个礼拜天休息的，礼拜天没有开 close 的。建议大家早一点去哦，最好可以的话在3点前要到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耶，完成啦！
没办法。Nice. 现在我已经剪完啦，哎，其实蛮满意的嘞。价格方面来讲的话呢 ，C 跟剪才是三令吉而已，哎，我觉得很不错哎。而且哈、哦，那个老师方面来讲的话呢，都会在旁边教那些学生怎么样剪，所以我觉得不必担心说好像会不会剪到很丑啊或者难看啊，其实他们蛮有耐心的，对，我觉得很不错哎，剪出来效果是我想要的啦。